方呢，因为它那个种了，对，它的幼虫会吃柑橘类那一类的叶子，就是芸香科的植物。那它呢，现在是成虫，它会去找那个花蜜。这个花是我们特别种的，叫做高氏佛泽兰。它里面虽然花朵小小颗，但是它的花蜜呢，对蝴蝶来说是什么非常喜